Hello，大家好，我是小轰。八强的时候忘记拍这个，因为那时候打完很晚了，所以也没什么时间。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个场地，我们今天决赛。平常在那个直播的时候啊，观众席都是很黑的，但是其实现场没那么黑，就是他这边做的不错，就是他上面还是有一些小黄灯打在这个座位上面，所以你看人跟人椅子都是蛮清楚的。但是直播的时候就感觉很黑。这边我觉得不错，就是它比赛场地嘛，对不对？然后它上面这边就是它比赛场地的这个灯，它这个还因为我们现在比赛没开始，因为还没打灯下，它的灯是这样子，这种长方形的方式打在这个场地上，所以它这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比赛的时候，对不对？你不会有吃球的问题，因为球在这个框框内这边飞嘛，所以你抬头的看的时候是不会看到那个灯的，它灯从侧面这边这样打。这个伯明翰这个方形的灯是真的不错。哇，他们现在在进行这个小游戏，你看一下，好像是发球游戏，要发到这个框框里面。哎，没进。哎呀，我也好想参加。哇，这个也太扯了吧！又没进，又没进。看一下大电视。哎，没进啊，大哥，大哥，哇，都没哎，进了一号箱，两秒剩两秒钟，啊，没进，进了四颗球，哦，准备开始放影片放音乐了。等下选手就会从这个中间出来了。哦 ，final 要出场喽 ！Women's doubles final， 呜，上场啦！中日大战，哇！哇，广田。哇！还有火焰呢。现在开始 toss。要准备热身了啊！这块板子哦，也开始拿走了。所以辅导他们决定在上面。他们都穿这个白色的，是整个他们的幸运服，觉得穿这件胜率比较强。哇，帮大家谋福利。这就是我讲他那个灯光啊，是这样两排的一个围绕，所以对着下面，所以他们抬头的时候，中间的并不会有任何光源，光源都从侧面往中间打，所以这个设计是还不错的。哇，直落赢了，球拍球拍球拍！哇，这现场气氛灯光感觉真的很不错，我觉得来这一趟全英真的很。值得，这感觉我看羽球比赛看这么久，现场我只看过台北全国赛，我从来没有这种感受过。来了。周天成，周天成。哇！哦，安塞龙！哇，粉丝也是超级多。开始 toss， 然后周恩成决定选这边，两个都穿白色的。不知道这样子会不会有什么罚款呢？两个人都穿一样的颜色。What a matchup we have here. The head-to-head
Axelsson leads 9-2, but the most recent meeting saw Chen prevail in 3 and the HSBC BWF World Cup. 好，现在安塞龙已经听牌了，这时候被直落二呢。Game， 哇，一个出界结束了，哇，安塞龙呼吸急促，哇，头看不到，哇，我觉得周仁成这场失误太多了，失误太多，然后防守的状况也不太好，安塞龙的绕头小天几乎很难招架啊，我隔壁这超幸运的捡到安塞龙丢到的球拍。干！我差一点点，我就差两格的距离，我就捡到了。啊！球拍，球拍，我也要！啊！焦点来喽！来自印尼的混双，这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他们谁，但是这个男生我很喜欢，因为他杀球真的很大炮。我今天终于能现场看他杀球了，他杀球真的很猛。印尼的粉丝非常多。非常多啊！哦！现在只要 challenge 一下，它这个场地的气氛灯会变成红色的，就是红色的，然后会有这个音效，很酷。这边是他们 challenge 的结果，跟电视上看到的一样，只是不太一样的是，刚刚这边灯会闪成红色的，然后整个气氛会非常的那种紧张那种感觉。13-10，哇，听牌最后一分了。哦，发球失误。哇，全冠军。Please welcome the players. First up, the number one seed from China, Chen Yufei. 大会第一种子陈宇飞登场了。Opponents, the number two seed. 第二种子戴志颖，哇！粉丝也是超多的，那也是新款的胜利包包啊！热身，两边互相热身。Bronze at the World Championships in 2017 and 2019. A winner in Malaysia already.
这好像硬赛。Challenge。这球有吗？这球有没有？有压到了！哇，好会 challenge 哦 ！Match point， 最后一分。哦哟，哦，出界了吗？哦 ，game 结束了，直接推一个出界。哇，戴晋全英第三冠，哇，第三冠全英。陈宇飞，陈宇飞亚军。And let's hear it for the gold medal winner, the Yonex All-England Open Badminton Championship 2020 Women's Singles winner from Chinese Taipei, Tai Zhuying! 戴晋全英冠军。Top two seeds in the competition. Top two players currently in the world in women's singles. Final!First up, the number one seed from Indonesia. Kevin, Marcus Veloli Gideon, Marcus, 上场喽。Sanjaya Sukumojo. From Japan, Hiroyuki Endo. 渡边远藤出场了，哇，还有一个手势。Marcus Veloli Gideon and Kevin Sanjaya Sukumojo, the number one seeds from Indonesia. Against Hiroyuki Endo and Yuta Watanabe of Japan, the number six seeds. The last of our finals in the Yonex All England Open Badminton Championships 2020. Marcus Veloli Gideon and Kevin Sanjaya Sukumojo got the minions for their diminutive size. They won their semi final inside 35 minutes.This is Li Yang, Ma Chi Lin, Chinese Taipei, the seventh seed. Who voted the BWF Best Male Players of the Year in 2017 and 2018 at the Yonex All England Championships 2017 and 18. They're in this third level draw level with Li Yongbo and Tian Mingyi in men's doubles history. On an incredible eight titles last year.来研究一下 Kevin 的发球，看一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好像这出手蛮快的。
现在全场都热血沸腾了起来，因为现在已经第三局20-19，日本渡边这一组要听牌了。Kevin 他们这组能不能守下最后一分呢？我又有点危险啊！出界了。